咱们来看一个位于洛杉矶地区森林湖市好学区低地税的全新独栋别墅。大家好，我是洛杉矶房产经纪人 Chris 刘。推荐这个房子的原因呢，首先是这个房子比较实惠，原来呢是115万左右，现在呢是109.6万，而且这个房子呢有2650尺，四房三个卫生间，一楼呢有卧室，楼上呢是三个卧室。整个房子的户型设计得非常合理，空间开阔，而且利用率比较高，并且呢二楼的主卧配有一个大阳台，非常的漂亮。咱们刚才看到了这个院子呢不算是大的，但是相对于这样的房子来说也基本够用了。现在您看到的是二楼的客厅，可以看到外面的路也是比较宽的。那么咱们现在去看一下主卧，刚才讲了主卧有个大阳台，而且主卧的面积也是非常的不错，这里是卫生间，卫生间还是蛮大的。这个房子的地税只有1.1%，而且社区里面配置了泳池和会所，距离尔湾大概只有几分钟的车程，所以呢现在这个机会还是非常的好的。谢谢大家的关注。